虽然今年牛价不理想啊，但是这些基建不得不投啊。农业就像无底洞一样，不断的要往里面投。今天又叫了师傅过来，把后面这个棚啊，把它搭起来。把后面这个堆牛粪的那个棚啊，把它建起来。因为我们这边雨水太多了，那个牛粪呢，有的比较稀，不利于运输。这都是自己以前剩下的材料。昨天把这个框架已经搭起来了，但是上面的瓦呀还没盖。今天把这个瓦全部把它粉刷了一遍，这些瓦都锈掉了，放了一层防锈漆。其实我们现在的牛粪就比较干，但是怕下雨，下雨的话就会淋湿，这样搭了一个棚就好一点。